第一次用熏风 K 歌棒的感觉，其实它就很像是行动式的 KTV， 而且不用接线哦，只要用蓝牙就可以无线连接，走到哪唱到哪。跟朋友出去聚会或出去玩的时候，像我常在坐车啊，坐车无聊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出来唱哦。那您觉得熏风 K 歌棒有哪些特色呢？它唱出来呢音色非常的棒，因为它有环绕的双喇叭，左右各一个，所以我们唱出来的音色呢就会很饱满又有立体感哦。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调音面板，我们可以依照自己的喜爱啊，然后调整高音低音，就像在录音室里面一样那么的细腻。最重要的呢，欠挂一点爱五 echo 对不？这时候呢我们就把 echo 打开，这样唱歌是不是很像在 KTV 包厢里面？然后呢，我最喜欢它的一个设计呢，就是手机架，是独家专利的哦。你看，把手机直接架在我们的 K 歌棒上面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唱歌的时候呢，不管唱几首，永远都不会忘记歌词哦。慧琳，可以现场用 K 歌棒为粉丝们献唱一首呢？真的吗？但是要听，一定要有什么？这一首《品好一辈子》，唱一小段让大家听一下，它的音质是不是真的非常的棒哦？就唱。